这边有拉链的扣头，然后泰国它抵在皮质上面，皮质会有一定的凹陷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还有尽量避免跟深色的衣物接触，不要用酒精去擦拭包包。好，就用那种类似于不起球的棉布去擦。好。上面的衣服，然后基础那个上面那个，我跟你说一下。嗯，好。你到时候就是你打平包包的时候，用这个纸先裹一下，先存一下，之后再从包包进去。这样，如果要是氧化了，这边它就整个站在皮质上面。